今天是服务器提供商 Ubicraft 全网最低价，想了解更多期姐姐视频简介里的链接。可以回去了是吧？对，可以回去了。第三个，我又破了一个阵。你这么棒啊！对，天真快。看我都已经会玩这游戏了，一点都不吓人。是吗？对，可以回去了。来说说给你。好，我以为你在说石头。有蝙蝠出来了。Hello， 大家好、啊。我就猜到石头。我就猜到石头。石头。那么石头今天呢？对不对？给大家带来这个 Sky Block。嗯。空岛生存。混蛋。人生。混蛋。混蛋。混蛋。我们去哪里？去。主城。去魏宅。是读魏吧？哎。你一边说等会儿，然后一边说话。不，我是那个，我以为刚刚上键按下去踢屁股去，没想到不是。对，魏宅。对，魏宅。往这走，对不对？是。CC 已经漏了好多剧情，他们说。没关系，谁想看剧情？谁管那院长对修女干了什么事情，对不对？我们才不管呢。还有血块。对。也非常非常凶残，这。对。哎。啊。哎，这家，这不家吗？啊，这一开始的地方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这是魏宅吗？对，这一开始的地方。怎么办？这一开始的地方。我大人，包括是谁？这是山神朝，对不对？山神朝，对吧？你会读繁体字吗？会呀。那个是读朝还是读什么？我刚没看到。山神朝，应该是庙吧？哦，句号。哦，有破洞的皮裤。皮裤，能穿上去，真厉害！你这好恶心啊！小妮妮，你破音了，还行吧？对，你刚那怎么说的？大自然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忘了是吧？对，妮妮是配音演员。啊，对，声优。要是你说声优，我就想笑。你想多了。就一听到 EO 这个字就把持不住了，对。EOE 呢？ EOE 是什么 EO？ 不知道。EO，EO，EXO， 对。EXO， 对。狐狸说你是初中狗。完了。他们说 CC 去学校啊，谁想去学校？今天周六哎，什么玩意儿这是？啊，他说游戏里啊。好。你看这裤子真帅，是，这魏宅吧？是吗？这学校吧？是学校。你看这操蛋地方，肯定就是学校了。操蛋地方。对，看地方就恶心。箱子，一个受潮的萝卜干，有这回事？生物教室，哎呀，生物教室，生物教室，棒的，哎，化学实验室。有没有什么东西哦？什么声音？没什么东西。是操场吗？哎呦，这个操场有点帅。在哪里？看到没？对，看到了。跑，让我去跑100米。跑吧。跑100米。我看谁跑得快。女生厕所。巨夫。嗯。女生厕所。来。我想疯狗一样跑过来了，激动不得了。从来没看过里面厕所什么长什么样。对，就这样。后面还有一个都有血是什么意思、啊？还有个拉杆在后面，还挺长的这拉杆，是不是？哦、是啊。机关的声音，对不对？好，音乐教室又有什么东西？走这边吗？我迷路了已经。音乐教室在女厕所旁边。现在机关声哦，就那个桌子。如果我在这种音乐教室里的话，我肯定坐最后一排。为什么？因为女厕所就在旁边。好。校长室门关的。哎，什么东西在推着我？藤蔓。老师办公室，哎，砸掉，砸掉，哎，砸掉。对。这都什么东西？哎，徐府，这里有好多尸体，你过来看。徐府。今天什么声音了？你看。咚咚咚的声音。你看这。以我们以前的经历，这种方块一般都是尸体，你知道吗？对，这尸体还是比一般人高一点。对，好长啊，这尸体是巨人。这里还有箱子。
对，发霉的饼干，全是尸体，天，真恶心啊！天，操场的树下有机关，这剧透了，这没怎么玩？不知道，这我们当然知道，我们不啊，男生厕所，男生没厕所，厕所厕所，我肯定有东西。体育组，体育组，体育组是什么东西啊？体育组肯定有不好的东西，信吗？为什么男厕所没有门啊？有藤蔓挡着的。对，比较简陋，没什么好看的，你知道吗？体育组没什么好看的。体育组为什么这里全是炉子？烧菜的吗？什么声音啊？你听到没？那是妮妮那里的。啊？什么声音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多功能会议室后台。那里是屏幕、啊，不是多功能会议室吗？箱子没什么东西。多功能会议室。听不到吗？咚咚咚咚咚咚的声音。没有啊。没有，我这边也没有咚咚咚啊。我没有啊。现在没了，现在没了。换听了吗？不是不是，刚刚持续了很长时间。那肯定不是我，我这边没听到。哦，哟，对不对？对，不是这种声音。对，你声音比较恶心。我白发了是不是？对。真恶心，这人。我飞呀，我在飞呀。我在飞呀。冲锋。这是血块，我会帮你杀敌，这肯定很有趣。一个书，周记，谁记得？这个是陈，陈不会读轩，这读零吗？哼，914，为什么我必须要上学呢？9月23号，我一直都不喜欢上学，同学都会找机会欺负我。今天早上有同学把我的书都扔到马桶里面去了。9月29号，今天我发现我的钱包不见了，中午只好饿肚子。老师不是应该帮助弱势的学生吗？怎么会这样？16号，10月6号，我总觉得最近一直有东西来跟着我。10月15号，世界没有我是不是比较好？10月30号，听说死了之后就可以变成厉鬼，挡那些欺负我的同学报仇了。哇，真的吗？那他死了，他死了就是为了报仇，而不是转向。小子，有点天真。我要报仇。就是那有一个那个，没人理你。对，箱子里有书的。残暴之力。残破的笔记本。好的。啊天！啊不，我看错书，我以为有15页呢。好的。我们班的那个傻大姐真是太好玩了，我拿走她的钱包她都没有发现，放学之后一定要去玩具店一趟。虽然觉得她有点可怜，不过大家都对她这样，一定是她不好。傻大姐居然死掉了，怎么办？她会不会来找我报仇？有点天真啊。嗯，我把她的钱包和书都丢到井里了，还给她了，不要来找我。她是死在井里啊？不知道，死在井里，确实恐怖，死在井里。你觉得呢？大额头。3年乙班，甲方乙方，怎么又有僵尸从天上掉下来？真恶心！他作者觉得这样能吓到我们吗？女生厕所，刚不是来过了吗？这是2楼的。哦，对。排泄物。真像啊！这应该可以种下来吧？或许可以用来打破，用来破解那个鬼打墙。我把排泄物拿走了，把排泄物拿走了。用手拿的是吧？真恶心。对，用鼠标拿的，你别瞎说，好不好？好。真恶心这些东西，作者怎么想的？排泄物放女生厕所，到底是尿还是屎啊？真恶心，真恶心。这个洞口。应该还有箱子吧？啊，还有4分钟，我们就结束直播了，徐福。开始解说了是吧？不，还有然后休息，到7点半，然后开始饥饿游戏了。之前发的一个勾，但是勾空了。什么东西？嗯，应该说这史蒂夫拿了个钻石镐，不对，钻石镐，钻石剑，拿了钻石剑，开始挖矿了，他直接挖矿了、哎，不能挖矿了，饥饿游戏，他开始疯狂的蠕动，对不对？生物教室的钥匙。对不对？
喂，这是不？六年甲班，哦，六年级小学生，哎，国小，国，槐树国，小五年，小五年，小六年，槐树国，小五年，很好笑吗？白浙仅次陈七，白浙，紧急啊！白浙仅次陈七，这有点刺手啊，你觉得？刺手，对，有点刺手，有点刺手啊。为什么不读刺啊？谁发明出来的汉字？还有三楼吗？这个还有三楼，三楼上不去。哦，其实三楼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对不对？啊天，饥饿游戏七点半 IP 就会放出来，所以你们不要急，对不对？不要慌，不要慌，不要慌，莫慌，报警我。不要慌，我已经报警了。对，还有两分钟，我们准备耗一耗时间，对不对？耗一耗时间，对对对，对不对？我跑步完，我去跑步，跑步对，跑一千米，跑四圈。挺好的，我们稳了。他们说：“哎，你跑得有点快哦。”还行吗？哦，你不要作弊哦！去操场跑队。成吗？我跑外圈，你跑内圈。好，出跑，神经病！我跑内圈。这神经病，你知道吗？还行吧。真恶心。我跑错道了。是吗？跳你这上面来跑，然后就跳回去，很机智，对吧？这操场有点大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还行吧。对，我跑得快吗？嗨，我一步跨得大吧？有我大吗？啊！我直接在中间，你看我中间转圈，一圈，两圈，你怎么办啊？三圈、四圈、五圈、六圈、七圈，厉害吗？把 DPI 调高一点，好啊！转得快吗？你鼠标没我厉害，我练400 DPI， 你呢？这在哪里看？鼠标包装上面。DPI 是吧？我那个加减的，不知道怎么调。我是6400。啊，好了。就哦，是调红色最快的。那卡的，看到你头在动。好吧，那我先直播到这里，然后过半小时再见，拜拜。哦。啊。